乐乐可以说是快手上最悲催的存在了，不仅被出轨，还被封杀，然后孩子的母亲杨青宁又对儿子小哪吒不闻不问，导致自己独自抚养小哪吒。但是这些沉重的打击并没有击倒这个看似不是很强大的身影。王乐乐被封杀后也是坦言了自己的生活，一直在学习让自己强大起来，不仅学习了音乐方面的知识，更是请了健身教练来教自己拳击，无论是颜值还是气质都比之前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而近日王乐乐在微博上发布的一组照片更是引起了网友的热议，一组清爽的照片并配文事发男孩，更是有网友在下方评论，以前不相信，现在才知道原来一个人的存在是真的可以像阳光一样那么灿烂那么耀眼。更有网友说王乐乐像汪苏泷一般的清爽帅气还有才，而照片中王乐乐的双手也是引起了网友的关注热点，两只手腕上都带有价值不菲的奢侈手镯。